今年一度热天上好耍的音乐季，粉色海洋音乐季第13号下晡来到四号乡三条仑海水浴场正式开幕。吸引上万名来自全国的乡亲做伙来佚佗，和大小朋友是耍到真欢喜。大家嘛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活动会当愈来愈精彩。我觉得可以离明星很近，因为人比较就是舞台比较小，然后可以离明星很近，很兴奋。我觉得很棒哎、欸，对啊，超开心的。太阳真的是很热情，熱情不过我觉得整体给我感觉很棒，还会想要再来。快中暑了，快中暑了，但是很好玩。我会回去推荐我的家人，可以过来这边走一走。粉色海洋音乐季已经举办第六年了，来参加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。今年粉色海洋音乐季不只是邀请歌手团体来表演，也安排丰富多元的活动给大家来佚佗。婚姻馆长张雷生也欢迎大家小酌来到四合乡享受放松的时间。那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，一系列的活动哦，还有非常知名的歌手李玉玺哦，都来到现场来表演。那这是为期四天的活动。那卡苏哦，你今天你不来，明仔后日拢会当继续来哦。希望大家一起来同乐。那我想这个海洋音乐季呢，总共已经到了第六年了哈，所以啊，知道的人越来越多。所以呢，从啊这几天的这个活动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跃跃欲试，都希望能够来哈。我们的国境之西，台湾海峡哈，这个内海的地方啊，可以啊亲近我们的这个海哈，带着你的孩子哈啊，全家人一起畅游在我们云溪海洋音乐季当中。本馆处嘛表示，婚姻馆西海岸不只是有美丽风景，也有丰富的宗教文化和特色美食。欢迎全国乡亲来到婚西海洋音乐季听音乐、放轻松以外，也可以来到婚姻馆实施百年传统文化，享受在地美食。除了大家每年都很期待的云林在地美食的 Happy Hour 之外呢，每天都会限量就是有五个我们的饮品跟我们的美食，每天限量都有100这样子，让大家免费可以来品尝。那还有特别的是有台啤的这个赞助，所以呢，今年呢连续四天都会有这个啤酒大赛、划拳大赛，还有这个云溪16吨的这一个竞赛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挑战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云林有最棒的这些海鲜美食，还有我们的宗教文化可以去所谓的巡礼祈福。当然，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自行车活动。用自行车20公里的时速，可以去体验我们的土地。文管处嘛表示，刷落来的活动是愈来愈精彩，欢迎全国乡亲利用漫游云林 APP 来了解活动信息，也邀请大家小酌来到云林馆佚佗，享受热天放松的时间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